定人生死。娘娘，不怕吗？是你想要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，只要先生给得起。一切仿佛一场梦。曾经因为那颗不该有的妄心，我亏欠了很多人。现在我想把过去遗憾的、做错的尽力挽回，可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将一切拨回原位。张大人可相信前世注定？比起虚幻前世之言，在下更愿意相信眼前之事。玉满，你就这么在意等着了？本一生清尘，生害他误入歧途，求大人依我一命，还他一命。